变频冷气，甘美人生。一天一人，一世人到永远，一摆搁一摆。不知影谁在安排，命运好歹，一人拢一款。有时阵想要放弃，想要怨叹，想要流目屎。但一天黑暗过去，苦尽甘来，人生滋味才了解。为着彼个将来，爱自己勇敢在，勇敢。先生，你哪来啊？哎，姐姐。哎，没，来改作做歹势了。啊，是信达来打电话咧，甲我讲，你今仔日有替寄一张迄个声明书去消防局。是啊。专门来甲你说多谢啦。你唔免甲我客气啦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爱做的。无得讲，你认为讲你应该爱做的，但是对我来讲都无共啊。我秘书敢那跋落迄个万底深坑，啊，拄好拄到贵人，啊，伸手把我救起来。其实姐，现在这个囡仔吼，啊，这几天安尼叫消防局去评停诊，啊，规人拢失智了。啊，我这做老爸嘛，唔知要安怎甲斗相共。我甚至摕我金牌导游的权利哦，啊，甲你爸爸咧讲咧。导游仔。你唔通来啊！煽动我的走囝哦，爸，小青啊，唔管导游仔甲你讲啥哦，你就是袂当替赵信达讲话就对啦。爸，你莫阁逼小青啊，好不好？明明无影的代志，硬逼讲到有，敢若无顾得过啊？小青的心情啊！啊，我即马替伊咧出头，啊，想啥物唔对啊？小青啊，你听爸的话就对啦。会有啊，啦爸。为什么你没有了？小金写一份声明书，寄村镇信函给消防局，讲信达并无伤害伊，希望消防队哦恢复信达的职务。这份是副本，我先办理。一直要跟你讲啊，你一直走都不爱睬我啊！我两支手骨哦，落骨对外面出去啊啦！啊，饲甲恁两个哦，有啥物卵用啊？哦，金凤啊，你哪在讲？恁后生甲恁查某囝吼，明是非讲道理，比你较有卵用。导游仔啊，你唔通欢喜啊，伤早。赵信达吼，即马是停职咯，无一定会再搁倒转去哦消防队呢。啊，若应台哦。法院是还未开庭啦，你吼也阁袂当哦，是不是保证伊当平安啊？哎呦，但是最起码我这个时阵我会当，唔免赶要用专利权甲你交换条件，敢是？还是多谢你。
喝下混酒精。欢迎回家。有耶有耶，来喝下。哎，这本来应该，这功德会就应该是可以啊。好，谢谢，老弟。你都唔听，你讲啥物啊？你做爸爸的心情我无了解。吼、哦，啊，当好家仔的小清醒过，佮替咱信达做证。啊，若无吼，你的专利权来扭扭出去，阮大家替你对心肝啦。啊，为明安尼讲啊，我哪知迄个小清伊的精神，啊，佮肯出来替信达来做证，啊，无敢真是啊戆哦。哎，一个专利权，啊，送去根本也得不咧好康，那要送人哦，我心肝嘛疼跳跳呢。哎呦，啊你这么讲会疼跳跳哦？啊，进前敢那讲哦，迄专利权哦，咱个病都有啊呢。对啊对啊，啊个病都有都对，啊我头前人在叫假哦。哦，啊你真搞你真搞哦。啊，当你这在。是啊，你这机智足高济啦你。好啊，阿妈，你莫去搞百亏啊啦。是讲吼，咱大家应该来想看卖啊，刷落来吼，要安怎应付迄个做金宝？我安尼啊，我去甲迄个周董来讲啊，讲做导游足辛苦的，叫伊莫遐尔天真。你唔叫天真，迄周董来干嘛听你讲？哎，姐夫，你对何韵姐有意见哦？你莫袂记住，你阁有代志还袂处理哦？杨米奇啊。恁姐夫有啥物代志要处理啊？阿斗，无啦，还佫有一条事后还袂收得。这毋是嘞，无是啥？无代志，跳过。今仔日有大兄佮二兄的代志上重要。我感觉周董呢，一定有什么代志，佮人知影。我伫去讲这不中啊，等你查清楚啊。假使周董真是有甚物鸟车袂互咱找到，我一定要告佮伊啊！我佮要转去公司，新官做经理，我要一间霸道，叫伊即世人袂想要找咱麻烦。哥，你最近消防队遐，佮有甚物进一步调查资料？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你爸爸的工厂有同学心友。哥，我来跟你讲话嘞。这我变来清楚了。嘿啦，啊，但你那遐上腿变到王天志，你敢问这那知啦？李炫，阿来呀！啊？我甲餐厅主厨欧诶，互恁做小杨。哦，多谢你。我听小明讲，周经理有替伊写声明书哦。伊愿意证明我不伤害伊，我嘛真感谢伊。那安尼，就当署长一点就生气。这就是我上袂放心的。害因爸仔囝感情拍歹，阁无法度当面甲回事的。我会当了解你的感受。人啊，有当阵想要回一句实话都无法度，迄种时阵，应该就是你所讲的袂放心。所以你嘛唔免加回信啊！就算你无加我心里的代志，甲我讲，迄嘛唔是你唔对，你无需要放在心内。你已经知影？你讲你甲小明讲的话，我拢有听。
那安尼，你敢甲建设单位讲？敢是因为顾虑我的立场？所以这几天我伫思考这件代志，到底要怎做才圆满？江明也不应该，江明阁袂用去伤害到周董的，也袂用去牵拖到恁爸。李轩，这几天一定足歹过哦。特别想到你，我就感觉足对不起你的，定定有一个冲动。想要无顾一切讲予你知影，你是一个真善良的人。相信我，不管所来，我替应该拍官司，为着我一定会保护周董的，我绝对袂去牵拖到恁爸。你比我搁较善良，因为你当用慈悲的心去对待伤害你的人，而且你唔拿善良，你搁借查甫囝欺骗甲度量。我老真正你讲遐尼啊好，迄嘛是因为你的关系，因为你是黑暗中的天星。虽然只是一点点啊光，啊，不过有法度予全世界人希望。你写予赵信达迄份声明书，迄个导游仔伊都机会够输赢嘞。恁两个吼，一个饲鸟鼠咬布袋啦。一个吃我来洗我吧。好啊，金爸，你都卖够怪小明跟小金啊。爸，是的啊。爸，就算讲我跟小金哦，跟你回一摆是的，这个代志也是无法度解决，因为这个代志就是为你哦，是为阿爸金牌导游赚一款开始的。一张专利权，你无赖英凯对付信达，甲这件代志愈布愈大，不到最后我着收线，才怪我甲小金无爱听你。无你现在是咧教示我？无，我唔是咧教示你哦，我是咧考劝你。我考劝你哦，莫是要设计别人，等到设计到你家己啊。那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无什么意思，我只是想要问你，恁公司是毋是进口黑心油？你是在后面讲啥？爸，这件代志你上清楚啊！你工厂火烧，那真正是因为一批黑心油所引起的，你真幸运无人调查到，啊，就阿弥陀佛，平安无代志。啊，那是你是为着要牵拖英凯，最后不管何人知影你吞黑心油，你是不是提前发讲家己的卡，家己设计家己？是谁帮我吞黑心油？是谁在后面讲？叫出来跟我讲！我是消防队员，总是会听到调查人员的风声。刚刚爱叫调查人员来家门，互你听，你才相信啊！爸，咱公司买的进口油，敢真正有问题？咱买的进口油要有什么问题啦？小明一定是互甲赵信达因在遐听大斗阵，听迄赵信达因在乌白煽动，为毋则三日乌白讲？啊，真是！哦，应该讲我拢讲煞，你是不是爱继续甲信达斗落去哦？愈不愈歹看，谁在你？妈，小心啊！我先来走啊！赵信达，应该是知我那批沙拉油有问题，情形对我敢那真不利嘞，我甘通继续搁甲伊搭落去。拄只小明讲，迄个进口油，因为你是我唯一的爱，我咧怀疑这块油问题。就怪到委员，你帮我查看嘛，这批油到底是飞机倒去你食品公司？你是我的证人，当看过这份资料了，今后你拖累掉，所以把所有经过向我讲。你为着要霸占我的专利权，啊，做些无天无理的代志，啊，即马唔敢承认哦。
我今嘛爱你讲爸，为一声死嘞，讲。我知，是嘞。什么台湾台，我一点都不怀疑，甘你。